官好。看你们一个个衣冠不整，成何体统啊？要不要脸了？看什么看？说你啊！穿这衣服吧你，死胖子！赶紧的。以后啊，看清我们三个的脸，我们来了就是打劫的。注意影响。查寝的，看好我们的工牌，以后除了我们三个，谁管你们都不好使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主管。我这边刚好买了通道眉粉，你不开，然后叫你老人家拿回去帮我拧一下。你就拿这个，卡位老干部，滚！我介绍一下，这是咱们极客健身新来的后厨主管小胖，以后你们想吃肉还是喝汤，还得看他脸色。叫胖哥。胖哥好。切，后厨主管，难怪这么胖。傻子。嘘。哎呀，看来是平时让你吃太饱了，是不是？这零食挺能藏的啊。这不是零食，老了吧你？怎么，不爽啊？打我啊！穿耐克，用苹果，就是大哥啊！跟着这种社长，压死啊你！有请示，只能出现两对哑铃，给我摆好了。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谁都不许私自加伤。这里的教练能不能练大，我说了算。明天开始，我查寝，不想再发现这些零食。咱们健身房的教练寝室标准化，必须要达到最高。最好把这里当作是你们自己的家，好好爱护自己的家，啊，好好配合主管，能不能做到啊？能。什么玩意儿？放手！在寝室用这种东西，你当这里是你家？还要不要脸了？这个受理程序是你们能用的吗？你们以为用了这个受理程序就能像我的脸一样那么精致吗？一样那么棱角分明吗？走！都不跟主管说再见了吗？主管再见。Thank you.